娱乐下面，我是小拉，我是小珍。哇，今天这个地方我太舒服了，而且我一点都不想工作，真的，而且很少看到水那么清澈的渔港。对，这是不是很离谱？今天真的来到你喜欢这个地方吗？我喜欢，我超爱海。对，然后垦丁就是一个好适合全家大小来玩的地方，然后就是怎么有人乱丢垃圾？对啊，怎么会有个瓶子啊？而且屏东县不是应该在海里吗？对啊，怎么在陆地上？它在陆地上还是湿的耶？对，为什么？来来来，哦，是牛啦！牛的照片，牛的照片啦！对啊，话说为什么好像上次玩了之后就没看到它了？是不是压力太大不想来？它最近在拍戏，在拍戏啦。然后这边写你们辛苦了，对，他一直说彭导不放人。好啦，也蛮帅的啦，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。好啊，你最近破烂成这样，送给观众朋友？没有，说这个画面 okay, ，OK， 这个画面送给观众朋友。哎，话说到送给观众朋友，因为我上次不是买了这个拍立得，对，那我觉得一定要彻底的使用它，所以我于是决定说，以后的每一个鱼肉乡民的来宾，我们就会选他最喜欢的一个地方，然后拍一张拍立得送给观众。啊，我们自己每一集结束，请来宾出一个关键字，在我们的留言处留言，然后我们就随机抽一个。所以今天娱乐香槟的来宾是谁？我刚刚今天来到这个国境之南，这个关键字，大家一定都会想到他。没错，有可能他来了吗？有可能他已经来了，而且他现在看起来很忧愁呢，为什么？他会想到跳海。欢迎飞腾，欢迎，刚刚整个有看到出神呢，对，因为真的很清澈，然后看到很多鱼，刚刚有鱼群，你看黑黑的那边，有哎，今天来到这个国境之南，算是我一个算半个主场啦，啊，对，因为经常来这里，然后之前也是因为拍电影，然后在这个地方算蛮熟悉的，是，所以接下来我就带你们两个去感受一下垦丁恒春的这个美食跟美景，去一个。好看又好吃的地方，好看又好吃。Follow me， yes， let's go。这里垦丁大街是近的吗？垦丁大街如果用跑的话，可能要跑个为什么要一个小时？那你手上有个酒瓶，好吃的。对啊，是不是毫无违和感？是不是？好气哦，过个马路就到了。哦，这么可爱。就是这里啦。哇，欢迎光临，这里就是沙滩小酒馆，好可爱。对啊，坐吧，这里的布置进来感觉就莫名其妙很凉爽的感觉，对，有那种地中海的那种气氛，而且还有就是真的很多名人都来过，有算是在这个区域方圆5公里之内算是最舒服漂亮也适合用餐的一个地方。那你怎么找到这个地方？因为之前拍戏空档的时候就会骑车到处晃一晃，然后了解一下这附近到底都有哪些东西，然后发现这里除了这个刚刚那个渔港那边纯天然的这个感觉之外，发现竟然有一个这么不一样的餐厅在这个地方，所以这附近是自然景观比较多，可是忽然有一间这个欧式的这个厨房就觉得很棒。什么蛤蜊塔？这蛤蜊塔我有吓到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，就是蛤蜊意大利面是摆成这样。这个就是这家店第一次吸引我的这个东西。对，因为刚一成哥说，这是意大利面，我还没看到面，因为对上面都是蛤蜊。对，蛤蜊里面就满满的蒜头和辣椒。唯一的要建议他们就是盘子可能要大一点。蛤蜊好新鲜哦！它蛤蜊好吃，是好吃的。好入味啊，是不是？那好神奇耶！其实我第一次来就是点到这一道，之后我每次来也都只有点这一道。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家的这个蛤蜊真的吃到新鲜，然后那个酱汁真的没有在跟你客气。而且我觉得它神奇的点是它这样子的很入味，可是它的面不是烂。它面是硬的哦，对，偏硬哦 ，QQ 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你们也没吃过，自己的问题，对啊，蛋菜，我这个这个也很夸张哎，我爱蛋菜，他们加了海鲜，给了分量都足够了，对啊，
哎，我好爱蛋菜。你这个吃完晚上整个很有活力哎。这个。你要什么？我相信苏柔一定会带朋友来这里。要啦，我觉得要啦。哦。刚捞起来，好新鲜哦！然后蛋菜好好吃哎。我来感受一下，要吃要吃，它蛋菜超好吃的，也那种新鲜的，然后又那么厚，它里面有汁。其实国外啊，就是会说想要说，大家就是点一锅蛋菜就是它的主菜哦。然后比如说我今天点一锅蛋菜，我就会把它吃完之后，然后我就他会给你面包，面包就是你的淀粉，然后你就会沾里面的酱汁。然后呢，对法国人吃东西呢，如果他看他觉得这个好吃的程度，因为它上面都会是酱汁嘛，他就会用面包扫盘。好，来感受一下。是不是就是海鲜，就是大海的味道？喝海呀！你们聊一半，沾这个。狗类的哦。好爽。好爽。哎，我刚好，我觉得它这个比被电到，被电到，这个比蛋菜汁还爽。完全不同的感受，不同感觉。怎么会这么好吃啊？我之后来这家店大卖的是面包，什么都能沾。欢迎老板。哇。这是什么？饭后甜点，我们的另外一个招牌甜点，叫火焰白兰地铁板冰淇淋。来了！哇哇，酒来了，酒来了，火也来了，哇塞！它的特别吃法是等火焰熄的时候啊，由上往下挖。好，就是 creamer 跟那个冰淇淋还有蛋糕要一起合成。OK OK， 最好吃就是微微的烫。好不好？要趁热用。太棒了！要趁热吃，好了，期待这一个。很烫，很烫，很烫。对。这边是，这个白的是冰的，那面包是烫的吗？那种爽感，就热热，然后冷冷，然后吃进去还有酒。啊嘞。有酒味，而且还蛮浓的。对。好，我要吃喽。好。哎，真的好好吃哦。冰淇淋多一点。对对，我也觉得冰淇淋好吃。嗯，不能让它冷掉。怎样？酒味有浓哦。有浓吗？有浓。酒味有浓，我刚刚有加冷笋。你加冷笋？它的酒味不是呛辣的那种，哎，是很顺口的。老板，那你知道，就是说翻译成常来你家店吃，但是它只有在点蛤蜊意大利面。是，没有错，一直都是这样。我们其实从东港直接送到这里来，所以它是很新鲜，凌晨送到这里。然后其实它的成本也压得刚刚好，不管现在是虽然你知道现在哪里都贵，对对对，我们一直都没有涨价。哇，对，这个那个蛤蜊蛋面真的有惊艳到我们，但是谢，真的太棒了，好吃，真的太好吃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可以帮我去海边晒太阳了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这边可能比海边还好玩。这里？因为呢，这里我本人本来下周要来玩，然后我就先爬了闻一下，每个人要大推这个地方。是吗？对，它的门口就叫鹿径。是真的有那个鹿吗？对，这边呢号称就是台版的小奈良。啊呢？要确定呢？确定，因为呢，这边我那时候问我朋友，然后他说这边就是小孩子的天堂。啊呢，那好哎，我们可以来先探一下。哎，问题是我们对，问题是一成哥不见了。一成哥，一成哥，来了来了，哎哎，这个入场券已经帮你们准备好了。这么贴心。对，刚刚吃完美食之后，我们来散步一下，消耗一下热量，消化哈。好哎。我们去台版奈良看一下梅花鹿哦。Go go go。站站身体，哦，哎，我看到了，梅花鹿，梅花鹿，梅花鹿，哇塞，哇，眼睛好大，它的鹿是直接在路上走的耶，而且好像都刚观察了一下，因为不知道你们有去过奈良看的鹿，那鹿都很凶，有啊。我跟你讲说，有一次我们带我朋友去，然后我朋友我的干女儿那么小，然后奈良不是都卖冰淇淋吗？
然后他就拿了一支冰淇淋，然后鹿就冲撞他，他就这样，不要，然后他冰淇淋放在这嘛，然后另外一只就从后面吃掉。对，我觉得那条鹿非常聪明，我也是去的是衣服被咬破，哇，他这么饿，就要一直咬那个衣服的那个小角，因为你只要手上有什么小饼干，它就会冲过来撞。哎，那会不会等一下也应该不会？我刚刚看他好像都蛮尖头的，对对对，尖头。这边有水豚君呢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就是他有互动场次，他现在在休息。哦。来，我要喂他们吃东西，来。来，帮你们准备好了一个超值全餐，超值全餐，来，一人拿一盆。他们饿到出声音了，小心哦，等一下，我们先小心哦，好，来哦，我现在如果在他面前把这吃完，他们会生气。等一下，你不要激动，来，我们先吃点胡萝卜。我们先坐下。Sit down, sit. 营养要均衡哦。来，坐下。我看，因为日本的鹿要吃我的衣服，点头。哎，点头。我这，哇，你被攻击，我被攻击。哎，我这。他刚刚有说玉米笋的皮他会吃，我只是篮子大，直接给他。来，是你的声音吗？谁的声音？哎，他们会叫。我要，好可爱。来，这里还有一只，来。喵，哇靠，这么厉害。哎呦，那么饿。好，来这里。这小孩来，那肯定疯掉啊！疯掉啦！你不要吃我衣服。来，请讲口感。停！胡萝卜在这边。玉米水，来。我看他们很知道谁手上有食物这件事情。他们会有吃饱。不要去踩到我脚！你踩到我的脚了！你踩到我的脚。好，不要急。小赖，你等下会不会就到树上去了？好了。吴先生，那这些鹿大概平均都几岁啊？哦，他们平均年龄的话都可以到15、16岁左右。15、16岁，对，我们园区里面的现在大约都3、4岁。这边是进行了一个吃到饱的概念。没有，鹿都很聪明，被抢劫了，看到食物在哪。所以这样喂他们有没有什么禁忌啊？喂的话，没有什么禁忌。其实我们尽量喂的话就是手打平，对，因为他们只有那个下排的门牙不会咬到手。手打平啊，嗯，对，手打平就好。你刚刚说他们一天的食量等于人一天要吃13个便当。对，因为他们体重大约在50-60公斤左右，那一天要吃他们体重的1/10。好，等一下，以一个50公斤的人来算的话，一天大概是吃13个便当左右。因为草的养分本身没有那么多嘛，对，他们蛋白质跟水分相对比较少，对啊，那蛋白质，所以他要吃多一点。哎，那这边要怎么分公鹿跟母鹿？哦，在广场这边的话，这个你就是把它这样子抬起来看来了，这边都是母鹿，全部都母鹿。公鹿的话会有长鹿角在头上，这边都没有。那因为现在刚好是冬季的尾声，他们现在是还在那个公鹿还在发情期的最后，哦，它还是头上还是有鹿角，会相对比较危险一点。所以其实也是会有公鹿、母鹿，然后生小鹿这样。也会有。哎，喂完了，他们都走了。对啊，他们很现实的。鹿就是很现实啊，就跟演艺圈一样。然后就走了，没有利用价值，就跟屁一样。没错。这太一风一吹就没了嘛。也会吃。就只有你有情有义，真的。对。你给他吃完最后一片看看。你看他被留在这里。最聪明的母鹿，这只吗？对，他刚刚我们进来的那个门口，他会自己推开那个门出去外面。其他的鹿都会看到他在自己在外面吃东西。真的。来看这里哦，中间有看这里，看这一台，耶！看，好看。照片呢？好可爱啊！可爱耶，但有人要吗？这送给观众朋友。对啊，有要的话在底下留言。对，留什么呢？我爱梅花鹿。好，我爱梅花鹿。留我爱梅花鹿就可以抽奖哦，好不好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珍。Hello， 我是小赖。是不是每一个周末都烦死了？到底要吃什么，要玩什么？小孩一直吵。真的，正锁定我们时尚玩家的 YouTube 频道。没错，我们会持续的继续介绍好多好吃好玩的地方给大家哦。另外，我们网络还会有独家的幕后花絮跟精彩的内容哦。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，赶快订阅起来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喽。鸡腿。